后台很多小伙伴咨询我说想买增肌粉，结果都给我拦住了。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其实增肌粉不是你吃了就能增肌的，这个又不是仙丹，增肌粉只是这个名字取得比较讨巧。实际上增肌粉就是蛋白粉加了好多碳水，所以增肌粉约等于蛋白粉加老年米粉。之所以能叫增肌粉，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对增肌来说的确很重要，但是呢，碳水化合物实在太常见了，生活中含有淀粉或者吃起来是甜的都含有碳水特别多，所以不用特意去买增肌粉来补充。我们锻炼后来根香蕉或者大馒头，再喝杯蛋白粉，就相当于你吃增肌粉了。出门在外常常身不由己，伙食不好，菜多肉少，真正容易缺乏的是蛋白质，所以相比于增肌粉，我更推荐买蛋白粉。说到蛋白粉，康比特这款分离乳清蛋白粉在搞活动，现在下单你会得到这么多，相当划算。那么我为什么推荐分离乳清呢？因为我们亚洲人的祖先是农耕文明，是种田的，很少喝牛奶，多多少少都有点乳糖不耐，所以喝了普通蛋白粉会肚子咕咕叫，肚子胀就是这个原因。而分离乳清蛋白粉的纯度更高，几乎不含乳糖和脂肪，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这次活动持续到12月14号，需要囤货的小伙伴要抓紧咯。